看到这题哦，这是两年前哈、哦，有两家超市，他们对这零食的售价如下。今天把这售价转换成这样子一个矩阵，这样行不行？那今天那这两年前的，他说今天怎样？每一年都按照3%比例去调整物价，调整嘛，可见每一年调整3%，所以说每一年把这售价乘上 1.03， 这样行不行？调整几年？两年，所以调整两年之后，我们今天售价变成多少？变30乘上 1.03 的两次，变55乘上 1.03 的两次，变70乘上 1.03 的两次，这样行不行？这也是像28乘上 1.03 的两次，因为调整两年嘛，每年按照 3% 的幅度嘛，所以说调整两年是要两次，所以说你 ABC 输一，哪一个矩阵乘起来会跟它一样，就这样子而已嘛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你不用去把它乘出来，用看就好。这一样吗？这是两倍，所以乘进去会这样子吗？不会。 B 选项乘进去是不是刚好都是两次？有没有？有，所以 B 可以。 C A 把它乘乘看，它去乘它，哎，乘起来才两倍嘛，我要两次嘛，所以不行。这个有点烦，我们等一下看一，把它去乘上它，哇哇哇哇，它每个都要乘到，哪有这么多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也错。那我们看一下 B， 哇，我们看 猪选项要点来哈，这边是几？3×3，这是3×2，所以说先把这两相乘好不好？乘起来会是几？会是一个3×2矩阵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把这两乘起来会乘起来是一个3×2矩阵，这样行不行？来写一下哦，把它乘它，变成30乘上 1.03， 行不行？可以哈 ，OK， 那这也是一样，继续乘下去好不好？把它乘它，变成28乘上 1.03。把它去乘它00，变成55乘上 1.03， 把它乘上它变50乘上 1.03， 把它乘上它00001.03变70乘上 1.03， 把它乘上它变66乘上 1.03， 后面再多乘上这个矩阵，这样行不行？那你看一下，来来来，这一样，哎，这是几？3×2，这是2×2，乘起来又是一个什么？又是一个3×2矩阵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去观察一下，这时候乘起来，把它乘它，再乘上一个 1.03 变两次，它去乘上它。对吧？所以乘起来就是28乘上 1.03 的两次，写到这边应该可以写答案了，对吧？只是老师把它去乘上它，老师把它写完整一点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你这时候应该就是可以写答案了。来告诉我，这乘起来有没有跟它一样？有没有跟它一样？有。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我们猪选项也是对的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告诉我，我们今天正确选项是谁？ B 可以选，正确选项是谁？ B 和几？猪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好，把这题看一下， OK。